坐捷运的时候，如果遇到需要的人，都会让座。那么，但是我们来看看，在捷运上出现这么一名大婶，因为看到年轻人不肯让位，就很生气，开始用英文来说教。这一段影片被PO上网络，短短两天，2000多人来观看，还有人呢是把英文解所说的话全部都给翻译出来。我的天哪！究竟什么事情让这位阿姨火气这么大？到底什么事情让这位英文姐还想要报警？原来是搭捷运人很多，没有位置坐。这名英文姐不高兴，年轻人没有爱心，不让位，整个大发飙。好，你出名了啦。Of course, give me the man, show me up. No educate, what kind of parents you are? 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但是听不太懂英文，英文姐干脆唠台语继续说教。讲英文听无啦。恁家的代志，恁家的代志，连阿弟都听无。阿妈，哈？连阿弟都听无。两人攻防战打得难分难舍，坐在一旁的朋友受不了，赶紧劝当事人离开。影片PO上网，短短两天，超过2700多人观看。有网友还帮忙把英文姐说的经典词句通通打出来，要让当事人多学习，下次记得要让位。中天新闻黄顺阳台北采访报道。